这一波的八仙城堡，看着孩子们真的心里呢很难过。不过总是大家呢人人啊都有感恩心，听到了他们在感恩慈济人，任何一个人都一直在感恩，我就会想到了，真的我也应该感恩，感恩了台湾有这一群充满了善与爱的菩萨们。他们当天的晚上发生，慈济人就已经投入了啦。这种一投入呢，天天，一共累计起来呢是20000多人。这样天天啊在医院里陪伴应有尽有，如何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资，如何呢供应他们所需要帮助的。这活动功能生活等等啦，这都是慈济人。尤其是那一段时间，我一直都在呼吁了，不只是孩子的痛很难受，医护人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里要换药，那每一天听的那样的痛的哀嚎，就是呢医护人也快要崩溃了啦。所以呢我就一直跟慈济人说，你们去抚慰家属，你们一定呢要跟家属说，看到医师就是要说感恩，要让病患的家属了解医师在里面呢以这个病患在搏斗，生命在搏斗，在这个拉拔的煎熬，可能外面的家属都不知道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所以要教会家属看到医师护士都要说感恩哦。这都是呢这几个月一直陪伴着，让家属呢都是看到医护人员都要说感恩。那一段时间不断举行了祈祷会，全球人都在祈祷，所以家属们啊都会跟我说感恩哦，感恩全球都为我们来做祈福。这都是慈济人带给了家属，带给了孩子们的。也有一个孩子就说，全球的人都为我祝福。本来他要放弃他的生命，感觉哇，更加痛苦，而且呢，他的男朋友走了，他自己呢，留了要做什么的，他一直都是很心里的，感觉到说，为什么我留着，而且鬼辛苦在你家痛苦哦，所以他一直呢想要，有这样的，但是想到了说。全球的人都在为他们祈福，他也不能这样的放弃啊！这都是呢，那一天他说出来的话，看到了慈济人呢，真正的尽心力啦，以诚以爱呢在付出。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哦，慈济人呐、善以爱呢那一种的。自诚的心，诚之情以人间相照，交之因时，造福富足，这都是呢真正的我们派上用场呢，用诚之情以这样的付出。那像马来西亚今年年初的这样的大水灾，等于是半个马来西亚哈，都归也淹水去啊！他们的这一回的灾难呐、其实要走路呢，这五位哈是回教，哎呀，好容易淹去啊！慈济人要去打扫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有一点哦，你是佛教啊，佛教
要来甲阮摒扫，这哪有可能啊？我们还要去跟他感情呢，那真正的让很真诚、诚之情谊哈，打动了他们，所以呢，给予我们哈，安尼给因安尼规个清净寺啦，还有学校啦，规个饼，那种哈过程真的实在是很精彩，这看到了慈济人的诚之情谊。人与人之间呢，打开了藩篱呢，就没有隔阂的地方。连印度庙呢，都会要慈济人说：“来，我遐甲人拢接好啊，遐有500多人，阮的印度裔的，请你们来收慈济。”他们也去收慈济呀，500多人呢，都是同时加入。那他们不是要募他的钱，都是给他知道慈济是这样的，那在全球怎么做小钱可以做大事，但几块银几角银都可以，所以500多人都拿了竹筒，所以这样的就不是关键，我很欢喜，是核心。这样的印度人啊，马来人啊，那华人啊，就这样的汇合起来，同样都是那样的纯真的情，可以彼此之间，人性真的很美啦，真是很漂亮哈。还有呢，在遥远的土耳其，为了叙利亚的难民哈，那这样同工的孩子，我们补贴也同工的工资给他们的家庭生活，让孩子呢去读书哈。啊，我为什么这样做？我心里呢就是想要消灭仇恨的种子，因为呢每个孩子哦这样的年龄啊，在逃难的过程哦这样的在泥泞中，在大雪纷飞中等等，那安尼拖着吼，看家带管呐、啊，啊，有的呢半路呢，孩子就已经往生的，也有啊，这种血淋淋的血泪的童年呐、啊，走过来呢，还要在那里没有读书，还要去打童工，这样的生活。到底要让他熬几年呢、啊？这种的仇恨会不会呢？一直一直累积在这么多的孩子的心灵呢？这长大了以后呢，会在天下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这是不敢去想未来是会安怎。累积这么多的人生的疾苦，累积了人生这么多的怨恨情仇等等，最后实在是很可怕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赶快让孩子去读书，那把他的家庭，我们帮忙他们呢，让家庭可以生活下去，而且呢。台湾的慈济人过去了，带动当地人呢，把这样的爱呢带动起来，让整个社会看到了爱的能量就是那样的温馨。谢谢。孩子的笑容，看到孩子呢受教育，看到了孩子呢对世间人的感恩，感恩台湾，我爱台湾，感恩慈济，我爱慈济。那慈济人回来了，要回来的时候呢，依依不舍。慈济人呢？发放完啦、啊，开学完啦、啊，还到他的家庭去访问婚族啊，去
去做访问啊，所有的家长呢，对慈济、对台湾来的感恩呐、啊，那种的化仇恨为感恩心，这就是慈济人的善与爱，可以呢抚平呐、啊、人的心哈、哦。期待全球慈济人呐、啊，都是呢发挥自诚、诚之情谊啦。那交之饮食，那能这样呢，这人间就会有祥兆、哦、那真正的呢这个世间呢才会有富足、哦、这都是我们来努力。